寻觅逍遥，不招摇，必成笑，奈何人心难了。哦哦，藏得娇，无人笑，执念不曾动摇。然而与我扎成徒劳，掌中宝，心中刀，邪魔都不阻挡。孤身失恋，热血烧。千种谁人懂，只求有朝再相逢。修炼尘世中，愿愁万事空都目送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修炼尘世中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有天晚上，我发现了一个奇异的小绿瓶。郑铁，郑铁，你看我。也是在这个晚上，张铁失踪了，我又变成了一个人。莫大夫原来早有阴谋，他逼我服下毒药，我只有把那功法练到第四层，才能拿到解药。一筹莫展的我无意间发现，小绿瓶里的灵液能让草药急速生长、成熟。在这些草药的帮助下，我很快突破了修炼瓶颈，还无意中知道了古岩司通野狼帮袭击车队的阴谋。进步还挺快的，再过些时日我都打不过你了。我是医者，可不能像你这样成天打打杀杀的。那还行吧。李飞宇小子做得不错，这样的表现再来个几次，你私自追求秀儿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了。在下和秀儿姑娘是两情相悦的，求马副门主成全我们。此事就休要再提了。哟，老丈人呀，迟早的事。Thank you.
眨眼剑法攻击要害，烟雾弹迷惑视线，毒药是胜负的关键。之间该有个了结了，张铁，我一定会找出真相的。胡儿还真是守信的。不必多言，进来吧。别关门，否则我马上就走。你是不是？对，第四层我已经练成了。解药呢？坐吧。小计也敢在我面前卖弄，你倒不如乖乖的配合我，这样你也能早点解脱。别以为你这点门道就能唬住我。停！我面对过不少强敌，对付你绰绰有余。花招都用完了吧？是我的鬼手更胜一筹啊。该结束了。此话怎讲？你败了。
刀上有毒。别假惺惺的了，快告诉我，张铁他到底在哪儿？他根本不可能回家。你这么聪明，难道猜不出来吗？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？你杀了他！铁奴，抓住他！神都在你手里，还怎么害你？我这功法绝无问题，若有欺瞒，天诛地灭。你还有两个生命，去吧去吧，快去吧，灵根仙元全都是你的，全都是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可以帮你。你已经在帮我了。竟然是仙家秘籍，
就是虔诚，用这一双手也能摘下星辰，点燃一盏明灯，教我参破